看过这些照片才知道，遗传基因这么强大。英国女王的母亲太美了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年轻时美丽优雅，窈窕的身姿，紧束的腰身，飘逸的裙摆，塑造了高贵的女王形象，优雅伴随她的一生。看过这些照片才知道，遗传基因这么强大。英国女王的母亲太美了。英国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·鲍斯莱昂是一位美人，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，在家接受私塾教育，她聪慧美丽，从小就是一枚学霸。如图是伊丽莎白少女的老照片，真的太美了。伊丽莎白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举止投足间尽显优雅。而艾伯特王子日后的乔治六世，在一次舞会上对伊丽莎白心生爱慕之情，可见其魅力之大。1923年1月18日订婚，同年4月26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完婚。伊丽莎白王太后和玛格丽特公主的合影。伊丽莎白王太后容貌清丽，气质高雅，她注视女儿的画面温馨有爱。伊丽莎白二世和玛格丽特公主，伊丽莎白王太后的留影。从图可以看出，两个女儿遗传到伊丽莎白王太后漂亮的基因，可见英国王室基因的强大。伊丽莎白王太后和女儿乔治六世的合影。伊丽莎白王太后是一个精明干练且坚毅的名媛，她给予了乔治六世的坚强支持，从而挽救了英国王室。她对于女儿的教育也是成功的。伊丽莎白二世和玛格丽特公主成为贵族社交圈耀眼的明星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